嚟緊其實就六月底有個慈善 show 嘅，係啦，就同米高同埋阿威王同埋阿子豪哥，係啦，咁但係其實係康哥哥啊，胡偉康佢哋搞嘅，係啦，即係慈善 show 咯。咁之後就其實七月到八月都係要做開始排 musical 咯。咁就八月中就八月十六到廿五號就係有個。為你鍾情 Cafe I Do 的 musical 就是關於哥哥的 musical 來的。很忙嗎？是忙一點的，是，但是也很感恩有得忙。有個鐘一生的。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你們有份參加，我們會做表演嘉賓，是啊，是啊，你定了未？排了未？做回來了？正在排的了，正在排，但是排的時候你是不是香港？不是，不是，好像還有一天有的，是啊，是啊。我在去日本咯，係去玩係去中放下放放咯，係。但係二人世界定係帶埋小朋友？又冇小朋友，但係又唔係二人世界，成班朋友去，係。算唔算係即係多謝老婆嘅旅行之旅？絕對係啊，係因為嗰班朋友都係一齊後面做嘢嗰班嚟嘅，所以都係係。你會唔會仲辛苦過翻工㗎？你講去旅行？唔會唔會，翻工都唔辛苦啊！點解邊個話辛苦咧？即係你哋唔辛苦。Enjoy 噶嘛，係啊。咁我想問咧，鐘一新嗰個演唱會做嘉賓咧，你哋有冇啲 crossover 係未試過啊？嗰啲啊？Crossover 係我哋自己 crossover 嘛。我哋你講我哋自己四個都未試過啦。係啊係啊，我哋四個係啊。啲歌咧係咪又係未試過？揀緊。揀緊係。係啊，仲揀緊歌。係，我諗呢兩日要揀㗎啦，需要揀定。係係。咁旅行翻嚟咧，有冇安排工作？暫時係呢個咯，之後就冇㗎啦，做翻自己嘢㗎啦，都係暫時中一新先啦，都係。